要做法律，是退休者。学长，现在学兄。退退退。你怎么受伤的啊？我老婆很在谁身上？不要这车了，你们车小啦，这台车的车，我没有，我的来，而且楼上在吵架是不是？楼上在打架吗？有冲突吗？于是我们警方啊，将现场三名妨碍公务的男子啊予以逮捕。那在逮捕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名刘姓同仁啊有受伤啊，受伤的部分是在脚踝啊。那目前在医院呢、啊，在救治中。那另外现场我们带回了十男五女啊，调查厘清中。